仙气并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才去保护别人，而是因为他们身负异能，必须承担起保护弱小的责任。他们集结成仙气司，用了千百年的时间守护着人间的和平。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，不会是你们的改造实验出了什么差错？师父，李尊元的李氏集团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？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该操心的事儿。你是十年，就为了造这个铁罐头，十年来你将曾经的战友视作实验品。李尊元，你收手吧，不想看你毁掉自己，毁掉仙气联盟。哼，现在的仙气联盟还有什么是值得一毁的吗？我会让仙气联盟重现辉煌，而你看不到了。如今还知道这里有一个基地的，估计只有我这个老家伙喽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先离开云城。九叔念你之前，我不会离开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一旦你从我们这里得到了这些答案，就等于和过去安逸和平的生活说了再见。当然你也可以不问，继续做你的小记者。李尊元，这一笔笔的债会讨回来的。